我哋系天神加乐萨学校初小歌咏组嘅同学，歌咏组有58人，系由一班2至3年级嘅同学组成。我哋嘅指挥系赵以薇老师，伴奏系郭婉婷老师。我哋今日演出嘅歌曲系由美国作曲家 Mary Lynn Lightfoot 所创作嘅《向耶和华唱乐歌》。呢一首是一首欢乐的诗歌，我们希望透过音乐、歌颂及感谢主为我们创造的一切。同时我们亦时常感恩和珍惜拥有的事物，现在就让我们为大家献上这首歌曲《向耶和华唱乐歌》。多谢。